board, Brad! Fuck!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，本着坦诚友好、务实合作的精神，就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达成共识，连续四年共同推进实施了四次交接，目前已达到569具。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与韩方的务实友好合作，持续做好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。